大家好，今天小猪佩奇又带来面包超人的组装玩具。佩奇带来的是面包超人的。好多面包超人的身体零部件，可以把它们组装起来。这里还有美味的糖果，可以喂给小猪佩奇。四肢把面包超人组装起来，身体和脚可以连接上。这是面包超人的头，合起来之后，底下有个圆孔，可以和身体连接起来。组装好了，小猪佩奇组装好了面包超人，好开心啊！把面包超人的头拆下来，再把它打开，身体可以藏在头里面。面包超人变成了一个球，看起来好可爱啊！乔治带来的是蓝精灵的组装人偶。把身体和脚组装上，再把头合上，头的底下有个圆孔，可以和身体连接到一起。乔治组装好了蓝精灵，他也好开心啊。把蓝精灵的头拆下来，再把它打开，他的身体可以藏到头里面。蓝精灵也变成了一个球，看起来好可爱啊。猪妈妈带来的是红蜻蜓的组装人偶，把身体和脚组装好，再把头合上，接下来要把头和身体组装起来。组装好了，猪妈妈组装好了红蜻蜓，她也好开心啊。把红蜻蜓也变成一个球吧，先把它的头打开，再把身体放进去。红蜻蜓也变成了一个球，好好玩啊。面包超人、蓝精灵包超人、蓝精灵、红蜻蜓精灵、红蜻蜓、面包超人蜻蜓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面包超人玩具，你们喜欢吗？喜欢可以给我点赞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